我是福策勤，中小企业传话人。我目前在学人工智能 AI， 或者是英文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。 第一次听到学，雀跃万分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知识分享平台，所以我愿意把我二十几年在国际游走间的这一些知识呢，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一起学习。